家好，我是老婆，欢迎回到宠物美气 X。今天呢，更新这个幸运草的世界啦。然后呢，有这个幸运箱子。那么我在原世界呢，已经破关啦，就是把它所有东西都开起来了。那我们就来一步一步的带大家走吧，因为毕竟 HC 的世界跟原世界比较不一样，它会比较困难一点。然后呢，这个幸运箱呢，会掉落的东西，就是钻石啊，或者是药水也有可能。哦，没事，看一下就哦，我怎么那么幸运啊，都抽到这个，难道我会抽到更好的吗？没有了。哦，所以如果说有那个药锅的话，有可能会抽到比较好的宠物。有可能中大虫吗？嗯，感觉是不会中大虫哎、欸，算了。但是这次的幸运箱它不会这么容易的出现神话级的宠物。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幸运草世界来这个接任务喽。第一个任务是要这个150个硬币，我们去这个猫猫世界，可以来猫猫世界这边打，这边打会比较快。那也就是要打这个绿色的硬币哦，没看到，打掉就对了，别怀疑，就是打它。我会建议就是如果你是在 HC 的玩家的话，就尽量来 HC 这边抽宠物啊，它可以通用在两个世界，所以我也比较希望的是你们在这个世界打，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啊。 2000 years later， 打完了，可以开门了。我开，写完啦，太好啦。接下来这个50个呢是要打药锅，刚刚我们去那个猫猫世界那边就有看到。哦，就是这个，这里有一个锅子，打这个就对了，打50个。好嘞，继续加油。 Later， 结束啦，太好了，累死我了。那么我来去看一下哦。哦，解开来咯。那么这个每一扇门呢都会有这个大虫可以抽，最后一扇就是要等这个彩虹桥出现，等它的期间点呢，我们先来去介绍其他东西哦。走咯，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陨石呢它是没有移除掉的哦，还是会掉落哦，大陨石小陨石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想抽宠物的还是有机会的啦。然后呢，排行榜更新啦，它现在有分 RAP 的，就是氪金的，跟这个攻击力高的人，没错啊，这两个更新出来啦，不知道它之后会变怎么样子哎，要等它再用完全一点。然后啊，这个泰坦价格不见啦，那更新说觉得这个泰坦呢价格不准确，所以就暂时移除掉这个他们的这个 RAP 的价格。 WHY 也太厉害了吧，他不只是泰坦欸，我记得他也是蛮多那个彩虹的宠物，所以他能在这边实至名归啦。好嘞，那么在等这个彩虹的期间呢，我们先来看礼物盒有什么东西进来。嘿嘿，我是粉丝，但也太奇怪了，还是他是故意的。给了 10K 感谢，喜欢我的影片，给了 3B 感谢，哇 3B 哦很多呢，哦给了 1B 哦，感谢感谢，给了 20N 感谢，给了 100N 感谢，69可以退回去，讲什么东西。给了 87.9N 感谢，给了 10N 感谢，订阅老婆给 25N 感谢，我是你的新粉丝，想要礼物给了 100N 感谢，给了 5N 感谢，希望我会喜欢。哇，大虫啊，我不知道我渐渐的开始对大虫有一种感受，好像已经没有这么的期待感了。可能是图鉴都有开起来的关系吧。给了 800N 感谢，给了 87N 感谢，给了 1B 感谢，是我的粉丝，给了金砖嘞，还有 500N 感谢，粉丝给了 BIG， 还有 10N 感谢，探险猫猫给你退回去。这个你可以自己留着。给了 BIG 感谢，这个应该是说谢谢我拍宠物模拟器吧，有可能是他本身就有在，或者是他因为我入坑也有可能。给了 5N 感谢，谢谢我
剪辑这么好的影片出来，是不是？给了新的宠物，感谢，虽然我有了，哈哈哈 ，please 给你退回去。给了 BIG 跟 520K， 感谢我的新粉丝，给 10K 感谢，给 10N 感谢，给 10N 感谢，太多了。你是不是在学我是大象啊？他说我是水豚，给 10N 感谢。他有彩色版本的 BIG， 然后呢，他说他不想给，没关系，不用给啊，给10N 感谢，给10N 感谢，给20N 感谢哦，但是他给了金色的感谢。你意思是说这个是好数字吗？给退回去。订阅老婆给100N 感谢，我喜欢你的影片给了 69K 感谢。今天是我的生日，可以给我生日礼物吗？不行，你不是要送这只是不是？那我把你退回去哦。8.7B， 然后给了这个大虫，感谢哇，这只我没有哎，给了10N感谢，哇又是金砖嘞，给了520N感谢，我可以玩船战吗？这个再考虑考虑哦，给了 BIG 感谢，哇给了这只大虫，又给了70B 耶，哇塞，感谢感谢，给了20N感谢，嗯给了 BIG 感谢，哇彩色的。给了1B 感谢，哦，南瓜，哇，给了20B， 这金是大家是大手笔耶，给了 BIG 感谢，给了10N 感谢，祝你幸运，新粉丝给了20N 感谢，祝你好运，给了10N 感谢，新粉丝给了20N 感谢，香港的粉丝给了1N 感谢，给了10N 感谢，给了225K 感谢。给了10N感谢，给了52N感谢，喜欢我的影片给了52N感谢，给了100N感谢，喜欢我的影片给了50N感谢，给了1N感谢，谢谢老婆给我大宠哦，应该是抽到你吗？恭喜，给了500N感谢，不行，不行，给了100N感谢，我希望大家都开心，然后这是抽奖的。这个是说，但是这个抽奖呢，你要订阅老婆才能抽奖。这是挺幽默的观众哦，给了208N， 感谢。这观众不知道是在谢谢什么，然后他说希望我能达到50000的订阅，感谢你，给了10N， 感谢。给了9N 感谢，给了52N 感谢，给了6N 感谢，给了50N 感谢，给了 2.5N 感谢，请我拿走这笔钱，然后说是我的新粉丝，希望我能开开心心的每天都开心，给了50N 感谢，不要还给我，给了200N 感谢，今天是我生日，可以给我一些东西吗？不行。 66.6N 感谢，订阅老婆给了 5.2N 感谢，给了 200N 感谢哦，谢谢你，虽然我这个截图见了，但是我会把它收藏起来的，给了 520K 感谢，给了 1B 感谢，给了 1B 感谢，我喜欢你的影片给了 400N 感谢，给了 10N 感谢，非常喜欢我的影片给了 5.21N 感谢，给了100N 感谢，给了 10N 感谢，给了 10N 感谢，祝福我能达到10万订阅，给了 10N 感谢，给了 10N 感谢，以上把大家这个东西都退回去。好啦，我们先把这个钱呢存进去我自己的银行里啦，这是我自己的啦。然后咧，再来接收所有的钱啦，看一下这次会到达到多少。哦，刚刚有两只宠物是要抽出去的，我们先把它存起来，当做是礼物嘛。来。哇，我们总共获得111B 呀、啊，然后加上一次的这样子，少说有140几B， 哇，我们就差800多B 就可以到一天了呢。哇，而且我还得到这个，哦，但这个好像比较稀有哎、欸，收起来，收起来。这种比较稀有啊，都没有看什么人带这一只，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哟，解开啦！这只本来是没解的，但解开来了，开心啊！我们先把这个钻石都存进去啊，以免
混淆了。来来来，我们的 120B 从给它进去里面，给我滚进去。哇，200多 B 啦。好诶好诶，那我们就等一下那个吧。哇，新的。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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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我先走了，吓死人！行吗？上个名字，希望以后会有专属的签名吗？有荣幸吗？这个签名。谢谢，谢谢，给我解图鉴啊！你看一下，有解到吗？哎，有了，在这里。哦，433个获得了，哇，好少人获得，1、2、3、4，4个礼包啊，买个5个礼包好了，买，哎，3个来。来吧，哎，可怜呢，看来这个运气是不太好。来吧，5、4、3、2、1，赶快买啊！刮又要来了，外挂来啦！快买啊，快买啊，别让他买走啊！哎呦，哎呦 ，OK， 圆满达成 ，Let's go， 出现啦，来啦！哎呦，第一个感觉很快就结束了，来吧，嘿嘿，下一关。加油加油，下一关冲啊，打啊，冲啊，下一关快结束了，冲啊，打掉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结束啦！刚好陨石也降落，完全不想打陨石，冲啊冲啊冲啊，冲起来！嘿嘿 ，Oh my god！No no， 我不要这个，就是这个啦，多来一点嘛，提升我们的战斗力啊！充的没钱啦，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去破解一下那个门啦。Go go go， 应该是给剪辑了，在这里，只要你有过那个彩虹桥就行。哦，这里10N， 开门啦！好啦，就差不多啦，这次的内容哦，介绍的完毕咯。那么目前这只跟这只都算是最顶的啦。这个如果到闪光的话，有60几 Q 哦，各位可以去收集一下。那么这只呢，它有到10几 Q， 如果是有闪光的情况下，对，还蛮不错的。各位赶紧去收集一下。那么我应该会收集是暗物质的，暗物质真的是比较需要。今天呢就没有抽奖啦，因为跟上一部的时间没有差很久了，给你们多一点机会抽奖时间哦。OK，
如果喜欢片，就到影片下方右下角有个订阅，右下角有个喜欢订阅，旁边还有铃铛，帮我按一下。有什么想法、意见呢？留言在下面，随时跟动动态持续准备下一期到 Facebook 看到你的大家就知道。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拜拜。